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3月13号，开服的第205天了。这里被这个帝君给杀了，你这不拉姑姑干他？有病吧？你拉一万你都干不这拉弓都打不过呀！为你什么？弓子一万你都打不过？这个是伊芙的是吧？哦，伊芙的采薇，他不给我们面子，因为我们250区的和伊芙合在一起了，就是这个神界啊，他不给我们面子，我们先进来的，都是鞋垫子哪来的面子？对啊，我们应该用1区的那个号进来，这行电给他胖揍一遍，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，是吧？就你玩，哎呦，两个，新人币就是日常。这能给你开一个呀？不九个能不能开一个珠子？地瓜不算好，给射手。啊，开不出来。有，我觉得不可小能。龙五十年，啊，可以看了没？这不是珠子吗？哇，我说很那军令处地瓜不算，地瓜可以开6个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滚有一黄金。个使用幻境，这个是比较拉的活动吧，应该算是。对，最拉的活动。应该现在换的都差不多了吧？你基本上不太需要那么多东西。四圣，怎么三圣啊？小龙比较张狂。对，四圣这个几率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记得别有文字啊，四圣啊，不是四连胜啊。先来看比赛，不两帅随便了。我们81对79亿，看一下。但是打不过就是你们主要落后了。我的妈！你们发现好像打不过吗？什么？明显打过了呀，你没看到吗？已经赢了呀。不好说呀，这个版本。哎呀，3比3呀！我看到已经赢了，3比2啊，3打2。不是，这号能打过同战力的，是不是因为对面没上环呀？建议严查一下。那不是。好，赢了，肖胜，看瞧，赢一局。你刚看的回放，这不第二把了吗？哎，对，这不都20？这对啊，这不一，哎呀，这不赢了就是了。进行中，肯定有点卡，我们加速了。对对对。现在黄金铁三角阵容还能用不？能用啊，啥时候用不了呀，兄弟？你三个人都说可以，这是挨打。对啊，你挨打，挨打就无所谓了呀。不是挨打，是享受别人的按摩。走吧，呀，不是好几次呢。哎，行不行啊，细狗？来，细狗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对方都那么的亲昵，感觉我格格不入了呀？细狗行不行啊？大我奖这第一次就来这个了，别叫。哦，来例假了是吧？很早期，哎呀，怎么说？出了个大奖，哎呀，错了，行不行啊你啊？你行不行啊？都是两次，怎么我能出你空给你两次机会，小龙能出到一个大奖吗？来啊！哎，你们抽中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这没不抽到，屎吗？两次再给你两次，你能再抽到一个大奖吗？像小宋那样子，这不是大奖吗？哎呀，抽到了，来了3次啊！你还这不大奖吗？哎，这是不是保底了呀，兄弟们？哎，这是大奖，这保底了，兄弟们，这保底了。保底了，来来，你来3次，现在都抽完了，你让我再来是吧？下一百六十是吗？160。还一百六来来，涂过来。哦，哎我发现呀，了，就是我刚看到这个东西，我去点的时候，其实就会错过了。你必须要不太行提前弄啊，对，提前弄才行。哎呀，你想想对呀，看好。我操，右边对面是鸭啊！就是一下能加个将近5、600万战力的，涂哥。哦，哎呦，你是干啥的？你把这东西都开错呀？没关系。可以返还的，可以返还，可以返还。这个开错小龙没有的，和咱们正常普通人不一样，他是有专属客服的，开错的东西是可以搞回来的。不是你混的，在我们7里区，但是游戏里充5000就会有这个专属客服了。100万比67万，看到没？105。好好好好，可以拿开让他们看到就好了。赶紧赶紧打！陛下，我求你了，包庇一下，包庇一下龙，包庇一下，包庇一下，让我南面包庇了，包庇快包！红神包庇了，真包假包了，平面还挺真包了，快包快包包包包！这个开加速出问题了，各位你看，没出现，这里时间没有结束，那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开加速就是吧，时间就略过了。我知道，就是没有看完，但是也算是一个 bug， 就是你时间也没有跑完，然后人也没有死，为什么就输了？但是就是判定，就是因为他其实再打应该就是失败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伤害统计，反正就是和他打的时候死了嘛。我看到龙神爆毙了，龙神爆了，只能把小龙的36万猫粮送给大家了。对，你这个赚了的猫粮的人，下次再来，好吧？看你多少，呜哟。好，谢谢各位的收看啊，然后我们有问题可以私信一下。观众朋友们好，今天是315啊，提前祝大家这个315节日快乐，虽然也不是什么节日。今天斗罗三傻齐聚一堂啊，今天有新活动出来了，是不让你搞。道具书1天后购买，今天购买不了。你们可以查一下，再往下翻翻，对呀、啊，翻不了，就可以占卜回事了，每次馈赠领取一下。什么鬼？就前往占卜小龙。哎，小龙是这样，这样，这个不是我，你长这样呀？你看这里就只有两种角色。这史莱克觉得已经没有好的学生了是吧？我感觉这扯了一下皮。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提前招募的？这是招生办等级时间有点低，但是升不了呀。怎么升不了？应该是充钱了吧？你钱都没充，你是什么？
对啊，不是这活动咋看起来有点复杂呀？我说我也感觉有点复杂呀。我感觉活动看起来，哎呀，这使用不使我们？哦，派他们去做任务，派哪个？随便派啊。这是金币的，这是钻，这是石头的。那可那个TT19，哎，不对，史莱克币获得取加一和加二没有区别，这是货币上面是货石头。对啊，一个石头，我们要币还是要石头？嗯，这个活动可以不充钱吗？可以，那我们就研究一下这是怎么搞的。没看懂的哈。好，现在可以下播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这一个矿，你需要找一个人去，你看没？这里去了。一个矿需要一个小龙。这里要换一个。对，只能去一个人，只能去一个人。哇，小哥哥你好聪明啊，小哥哥。这个难道别来是赵超那啥的吗？大大家那对后面来，后面来。不是说有超级斗龙吗？没回合呀，哦、不是说有回合吗？对啊。坏了，全被骗了，兄弟们。没关系，对不起，也喷了。不是你来，你先把这个抽一下，我看一眼。你看他几个小时，一个是四百五，另外一个也是四百五，就九百乘以四，四九三万六，三万四。你看底下一共等一下，看抽多少，抽差不多要三万三四的钻石，对，三万多左右。坏了，没钻石了，三万，剩三万二。哎，行了，我来。哎呀，别吧，这大概先抽完吧。点六，没事，九百，三万二，好。我就说不到三万四吧。这三万二，对啊，三万三左右啊，是不是有点贵了呀？是，贵了，确实好像有点贵了，这个。他这个大奖两个就满了吗？不至于。不，没有，他上次演出了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他租给你拿活动是干嘛的？你不做那活动，你觉得你大奖能满？然后就那个白嫖，活动会给大奖吗？那不白嫖，那白嫖，要不然他做那活动来干嘛的呀？没大奖，他做给你看的呀。按三期的尿性，一般不可能让你白嫖。对，他这个只给你两个，还有几个你去那边去拿吧。还有三个，各三个。怎么可能？我觉得彩色的，这是大奖。对，一次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抽能抽两个，嫖能嫖一个就不错了。哦，是偏两个，银龙枪四个够了，不止两个，还差两个。我跟你说，绝对差两个，还差两个，绝对差两个，绝对差两个。现在看有几个了？别动，我先。我感觉现在都已经有四个了。我给你选嘛，我选完没去看嘛。现在有六个了，有六个了吗？对，我选完给你看嘛。啊，这里有贡献了，我操，终于有贡献了，这个就可以买得起了。我十三万，直接花六万。对呀、啊，一百鸭子，每天六万，这根本就不够花。四个加两个，差两个金枪，是不是差两个大奖嘛？来，小宋补上。我刚打算说让小龙补上。小龙不是银枪了，你不来补个金枪吗？四五，我金枪不倒，是不是差两个吧？这里基本都是两个。他那个活动我知道，附近那活动会给两个金的，就买了。刚好差两个，这就有一套了。现在几套了？两套啊，两套。有几个星辰币？这东西特别难搞。星辰币，星辰币，你出来，你出我吃。你吃个屁！也就这活动，我要看超级在哪。这有超级吗？别想了。哦，应该在这里边，肯定不在这儿。这里还有一个金枪，就两个金枪嘛。哎呀，这大野真垃圾，好吧，先吃战力吧。休息是恢复体力的。啊，现在全吃了，没关系，先加战力。看一下差啥那个手势啊？啊，这升一下先浪费完。你就别点的好像更慢一点。听到没，小龙说浪费吧，说明他浪费了很多东西了。这左手右手也可以，两只手按起来就双倍。你点的好慢啊，你开个加速吧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傻子做，你看这两把卡，但是开加速快了好多啊！等一下，我这边不是还有个这个吗？看着秘法觉醒，这能加？哎，怎么才加二十几万？这加的战力无所谓。对呀、啊，要的是效果，要的是效果，这东西看这效果好不好？就说 PVP 减伤，你这啊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？你看这效果好不好？附身之下10%。来，同战的找一个打看看能不能打过再说。看防御之下600%，百分之六百都来了，那不是六万吗？对呀、啊，已经烧光了。这不是6%吗？看到没？哦、我就说我看少了。我这吃胶那么多，你看这比如说牙了，再去接一个，我又加了300万呢。哇，又加了200万，小龙好强啊！怎么给也点傻？上回接着说他很厉害，来同战的这个对手看能不能 PK 一下啊？啊，那接打同战对手是不是对手？他是不是对手嘛？就是说。人不树找了个最菜的，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；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人家是一级神中期啊！哦，小龙找了一个没有绝魂脑气的一级神中期，他连绝都没啊！吓得你看得出来了，他连绝都没啊！不是，怎么能玩到一级神中期，怎么能不拉个血呢？因为刚好那个活动可以上票，因为刚好遇见你。这有没有可能是白嫖的呢？这白嫖能嫖到一级神中期，用的时间也蛮久的了。白嫖不会有些实力。
白嫖能扛那么久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白嫖啊！想少充呢？啊，找了一个谁？来，我给你切磋吧。21亿，你刚好23亿。小龙，这里要赢不了，那10块钱真的得扣了。这号都没得动。10块钱，我刚好买碗泡面去吧。这号顶着大活动的是这么动。你直接给我发吧，咱不麻烦兔哥了。因为荣誉不够。小龙，你动起来要快才有感觉，太慢了不行的。你要赶快行动起来。不想浪费荣誉，等大活动再哦，好好好。就到月底。半句要换3个号。今天是15号。22号。22号还有7天。22号也不会有换五合的那种。有大活动都有那个。对。哦，这样子。玩的双坦。哎，人机这不是人机啊。这些不是人机。羊村之王。哎呀，不就随便拿的吗？这不是工资保住了。对，好，工资保住了，没有问题。我想让对面上环了吧。上次打没打过嘛？只是打没打过就行了。肯定上了，来看一下。你看这么多工资。哦，上了环，但是，哦，上了呀。哦，六。哪里没上？哪个都上了呀？是啊。对呀。黄金龙400件的。怎么样给他找个借口？怎么样找个借口给他扣工资？其实我也在想。大家今天直播就到这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大家拜拜，晚上早点休息，拜拜拜，撤了撤了。